北寮宫管宫已经连续五年举办马祖杯棒球比赛，今年是正日第六届比赛。今日今仔日正式登场，报名参加的队伍来自全台各地，连续四天的赛场，若是个人甲选手正爱甲大拢免费参加比赛，嘛免报名费。明远就是希望讲选手会当专心来比赛，摕下好成绩。 由北寮宫环宫所举办的马祖杯棒球比赛，是训练馆请上侪队伍报名的棒球比赛，庙方嘛免费提供遮个大号选手，予因会当安心啊来拍球。第一次参加马祖杯，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全国各地的选手交流。北寮宫办理第六届咱全国那个青棒精英邀请赛，啊非常欢迎咱各位吼会当会新南新路会当来咱北寮高中吼来共同吼来参与去。 隆重有四天的行程，诶，赛程吼，啊，欢迎咱各位新南新路会当来共同来欣赏啊。今年的比赛伫今日开播，主办单位嘛邀请中冠贵宾来开球，这项比赛将分做四天进行。地方拢感觉这是一项真有意义的活动，希望未来会当继续办理。那每一年，我们都陆续在这个时间点提供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给全国的高中职，有一个正当休闲的活动。 那能够结合教育部的反毒反黑反霸凌，让寒暑假每个学生有一个透过活动里面可以培养互助跟纪律的一个赛事。那为期四天的活动过程中，很荣幸麦寮的广泛宫一直是默默的在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有的是第一届来比赛，有的是已经参加过两三届了。透过马祖杯棒球比赛，唔那会当和其他爱拍棒球的选手交流。 嘛，予家己学着一届特别的经验。非常感谢咱马祖杯吼，当年来办这个马祖杯棒球赛吼，予咱遮个囡仔啊，甲全台湾足侪予棒球的精英会当来咱北寮拍球，啊嘛，予北寮啊外围的人了解咱北寮文化，啊嘛，祝这届比赛啊，所有的选手会当顺势啊，争取上好的名次。主办单位嘛，欢迎对棒球有兴趣的民众，伫未来这四天会当踊跃来北寮看比赛。嘛，为选手加油！记者林建宏采访报道。